38岁的徐若瑄2月5日在老公李云峰的家乡新加坡完成登记。今天上午，徐若瑄亲自在脸书首度公布婚讯，还晒出和老公紧握戴着婚戒的手的照片，言语之中透露幸福。徐若瑄写道：2月5号我结婚了，感恩生命的美好，感谢漫长的演艺事业里曾经扶持过我的所有贵人及一直支持我的你们。钢铁威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拼命三郎的个性不会变，依旧欢喜心的勤劳于家庭工作生活，不停学习，每天进步一点点。我也要祝福我爱的你们都幸福健康快乐 V。不仅如此，日前还有台湾媒体记者收到徐若瑄寄来的喜饼，卡片上写着：感恩生命的美好，感谢您的祝福，2月5日我们结婚了。据悉目前他正筹备6月在台北和巴厘岛接连补办的2场婚宴。